比赛好看吗？ 林青岩说这么多，今天是不是撞上了？不行，太难了，太慢了。啊，队长状态越来越差了。是，年纪大了。林青岩，真是浑身可畏。林青岩一直在防守，但是暂时机反击的。林前辈的体力和手速已经大不如前了。嗯，是啊，那他看起来要输啊。撑住啊，老林。 下课上。 长江后浪推前浪。接下来第四场新秀赛马上开始，即将上场的挑战新秀又会是谁呢？有请家事战队二年级生。终于到这个时间。 现任家事战队队长孙翔，孙翔，你的海之歌，明天的一叶之秋。我选择的对手是霸图队队长。 韩文清，哼，至于理由很简单，为家世和霸图，一叶知秋和大漠孤烟多年的夙愿，做一次了结。这家伙好大的口气，打倒韩文清！今天全明星赛可以啊，一叶知秋和大漠孤烟都对上了。
莫非全明星阵容也重新洗牌了？管他呢，你再好看就行。打扰韩文清，你悠着点。 第一拳法强，小鬼，别走神！暴暴红拳！别小看人了！双方合作做出选择，呈现在地图中央狭路相逢。 暂时落后，身结束，准备接招吧！好厉害！10分钟，双方正面对战，竟持续到了第10分钟。我看比赛节奏很快，战况十分激烈。 双方的血量咬得非常紧，目前都还剩四分之一。照现在的节奏，叶秀，你说谁会赢？三分钟，这还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见到血海多。什么意思？双方血条都还剩四分之一，他们现在谁都无法抢到完全的主动，所以还得再拖一会儿，等红血。红血会怎样？红血后。 一招定胜负，两人同时攻陷，谁会赢？韩文清，你果然很强，但是我绝对不会输。 怎么回事？这波时刻，这小子突然做出落脚了。又躲，真没出息！我倒是觉得他把屏幕给禁了。对，嗯，趁难得。阿莫不应突然嫉妒，我愿再见师兄。再说吧，魔龙。 强天，乌龙将天，乌龙将天出了战法的终极大招，乌龙将天。就在今天比赛的最后一天，没有了悬念，我们的胜利属于韩文清。恭喜韩文清和他的大漠孤雁。怎么回事？是鹰塔。 用了战场的终极大招，乌龙翔天，胜利属于大漠孤烟，胜利属于韩文清。小朋友们。
现在就想要改朝换代，还嫩，打得不错。那样背身精准打出的天机，我倒真不知道有几个人打过。了不起。不过，如果是叶秋的话，至少那记伏龙翔天绝对不会打空。今天我输了，输得无话可说。但是明天，则未必。我们马上进入下一场比赛，余力选手要挑战的是轮回战队的王牌选手周泽楷。周泽楷队长。您目前可以说是正值当打之年的中生代选手，面对本次新秀挑战赛上新秀的这种张扬锐气，您是否觉得是对老将的一种不尊重呢？还好吧。那唐昊打败了林静言，你觉得他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联盟第一流氓选手了呢？大家都很出色。大家是指谁呢？所有人。所有人？难道你觉得你的水平和余念差不多吗？他很努力啊。努力也不代表水平就好，对不对？尽力就好。我喜欢看他的采访。他刚才那句就算是回答了。真是真就这样，还是在耍戏怎么玩啊？你相信我，他真就这样。今日更是爆冷门，败给了自己的得意门徒高英杰。对此王杰西您是如何评价的？英杰他今天发挥正常，很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能力。那你是否觉得自己状态下滑了呢？话说得真直接。高英杰代表的是我们微草的未来，荣耀的未来，我很高兴看到他的成长。王杰西，早点睡吧，忙了一天了都。明天下午有观众趣味赛，好不容易来一次，可别睡过了啊。晚安。晚安。早餐。小唐都被你带坏了。他会有出息的。他能达到什么程度？只要他不失去热情，进入职业圈对他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具体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就要看他努力的程度。努力？小唐这样还不够努力？在有兴致的前提下，他的确很努力。但如果哪一天他对这个游戏没兴趣了呢？所以我就说嘛，你们游戏要有节制啊，每天玩这么长时间，那不是很快就会腻，保持新鲜感，懂不懂啊？我不需要。荣耀，再玩十年也不会腻。由麦当劳黄金薯条独家冠名的第六届全明星周末现场，
哎，不是，这现场太吵了，听不清。我说你在现场，他们找你麻烦啊？你都退役了，他们还不是观众来着？这样吓我一跳。哎，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不一样？嗯，是挺新鲜。我也想当观众。再请病假吧。这次恐怕不行。冯木成，该你上场了。嗯。哎，你在哪个区啊？啊 ，C 区啊。啊。没事，挂了。啊，小唐，谢了。啊！哎，宋城。哎，宋城好像在看这边。哎。他在朝这边挥手，是不是？朋友们，欢迎回到和谁打招呼呢？接下来的环节里，我们将从现场有三名新观众联合我们的职业选手一起进行一场趣味跳高赛。这场比赛将极其考验游戏操作。首先，让我们有请来自嘉实战队，大家都很熟悉、很喜欢的苏沐橙小姐来帮我们选取今天的幸运观众。哇，苏沐橙！停。好，这位幸运观众，请上台。剩下的两位幸运观众，我们换个方式选取吧。哦，沐橙，你想用什么方式呢？我就随便叫两个号吧。我选 C 区18排21号吧。啊？什么？对对对，是你了，就是你。接下来我有个想法，我想点这位朋友零座位置的观众，我想这样多半会请到两位相识的伙伴上来。会很有趣哦。啊，沐橙的这个想法蛮好。那么你准备点谁呢？19号。谁呀？然后呢？那么选谁好呢？是选19号呢，还是23号呢？嗯，决定了，就选23号吧。23号吧，小唐。某些人啊，比较悲剧啊，就差那么一点点，你不要太失落了哟。呵呵。有请我们6位参赛选手入场。相信这3位职业选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至于我们的幸运观众，几位怎么称呼啊？我叫肖铁。我叫陈果。唐瑶。看起来2位似乎真如沐橙所设想的，是一对伙伴吧？没错，我们是好朋友。那现在呢，选手已经就位了，让我们升起舞台，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吧。陈果，小唐，加油。比赛规则很简单，到达山顶即为胜出。接下来请各位选手入场。恭喜陈果，恭喜陈果，恭喜陈果，恭喜陈果。和苏沐橙一起玩游戏真好。小唐，你怎么不用自己的号啊？我那号才40级。也对，你没满级。哎，那个不是竹烟侠吗？竹烟侠，单挑赢了绕眼垂杨的那个，那可是神之领域传说中的人物。嘿，这场比赛有看头了，来大干一场吧。这人什么来着？不知道，有意思。3, 2, 1, 5。厉害！苏沐橙选手一马当先，好厉害、啊！选手一直拉开了差距。走了。可恶，好不容易跳了一半。小唐，跳这里来。一个人丢脸。过关。恭喜苏
不成，我的跳高赛的第一名。这个战斗法师有点意思，手速很不错啊。不过奇怪，怎么40级以上的技能他一个都不用？是觉得那个对手不需要出大招吗？获得了第一名，沐橙，对今天的比赛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很高兴，很高兴的是在这样的比赛里能看到这样的一幕，我很开心。我记得有个人经常说，荣耀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游戏，我很喜欢这个说法，而他们两个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我很感动。小唐同志，好玩吗？好玩。陈果同志呢？去厕所了。叶兄，你到底是谁？刚才台上的是木木吧？还有之前的黄少天其实就是刘木，对不对？那你呢？叶兄其实就是叶秋，对吗？
中最狂。